无论如何，连伤了孩子，我好像受毒了。那要赶快回去医治。来不及了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可是，不要，回去调兵，送来指令。我不。不要。我就不。每次真正有危险，你们就把我踢开，这次想都别想。更何况大王还中了毒，我一定要跟着。 小心！玉江王半年未见，甚是想念。放了孩子，你逃命去了。逃？我为什么要逃？你是说？ 刺杀大成皇帝！你他娘少装糊涂！不是你派人潜入围场刺杀我们大成皇帝，不是你现在坚持两个小孩要逃跑，敢做不敢当啊！小姐，你怎么死到临头还不明白？刺杀大成皇帝的不是我贺兰真，而是你，豫章王。你胡说什么？ 大王，大帝禁军已经杀过来了，他们说大王是刺杀皇帝的反贼。你我就此别过，来世再见。无论如何，别伤了孩子。我可从没想过要这两个孩子的命。放开我！我只想要你的命。如果这是你最后一愿的话，我答应你。 我会把这两个孩子带回呼兰抚养书园，你可以瞑目了。